下面要不要？下面要剪掉。太短了吧，那么长一点吧。不行的，这个纸不能叠加的。不能叠起来是吧？嗯，对。一叠就出问题。你再拉一下，拉，好，后面好，下面就干一下。好 ，no two layer， only one layer， no two layer。好，开机看一下。那个纸走过去，到那边拍一下。去收一下那边刚刚那个盖子，那个有透明。